快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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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这有好吃的，快点来！这是我昨天得意的。啊？这是我昨天得意的。他我也不想拍。我也有好吃。你都不想拍杨一凡？用你们的相机啊。这里还有未融化的雪。我们现在是在兰州的水墨丹霞。时候是冬天还是夏天？冬天啊。哦，那就有雪的。对啊，那你有去看那个冰雕吗？有。他去西陵都是十年前了。乡里。怕这种东西，没事，你骑一下就不怕了。快点，骑不骑？你带他骑。我不带。你骑不骑？骆驼。
天鹅吗？你是问天鹅吧？颜色很特别，对，还有鹿。这就是梅花鹿，四角鸭，是白牦牛，好像在休息，牦牛。这里也是保持距离，请勿触摸。这里有小矮马，我在吃草。这也是我们马，这是狸，小毛狸。小毛狸可以摸吗？好乖哦。好乖的小毛狸。这是马哦，他们救骆驼了，去看一下。走太快了，太快了。好乖，叫我自己摸一下。好乖，养你。就跳。刚刚不想工作呀。别吓到了，你们就糟糕了。不贵的。它不贵呀、啊，它只是个鹿。国风里面是藏宝贝的。拍照。肉啊。哇，这个骆驼一直一边走一边大便。
像羊。好、哦、会咬人。这个好很凶的、啊，不好惹。他要啄你们。对他，刚才那个人过去，他要啄他。他脖子长，确实想啄人。那个羊就，你看看。嗯，你干什么？我没有吃的。你看他啄人哎、欸。他啄我，来来来。你看。来来来。嗯。你凶啊！你看，我很凶哎、欸。哎，他就想抓你不是？他套我好处还是怎么？我都怕。啊，他腿好长哦。他这只羊就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哇，真好吧。对啊，看这么温驯、嗯，看它就蛮温驯。哦、这是四个角。嗯嗯，不知道耶。对，四个角。哦，嗯，你好。打了四个角，所以在这儿。好乖呀。四个角的意思，羚羊。不知道是羚羊吗？不是吧？我们是马的，你不要飞羊。天，好贪吃啊！那整个草给你，那你地上的草。你要不要吃？妈妈，你要不要做小骆驼呀？哎，它会啄人的，小心，不要给它过去。这个什么羊？好像它很乖。四个角的羊。没有问题。妈，我摸一下它。跳过把你咬你手。可以啊，妈妈是大人，摸一下，因为小朋友不要。它们有燕子。叫龙川羊，这个叫什么？你可以去做一个小小羊。我给你拍一张。吃空气。吃空气。啊？看他吃的。看。还想啄他呢。他可凶啊！吃空气。小心。他说这里是我地盘，别过来。对他们有领地。我们去做小小的骆驼吧。咦、欸，小心！他很凶哎。你去摸他的头。脖子就那么长。还有猪呢，还有小猪佩奇呢。但是我想去做小骆驼。鹅在睡觉。它是小骆驼吧？是小乳猪。这猪肯定很好吃。小小的骆驼。嗯，烤的话能烧。欢迎去到绿洲小小骆驼。我们是看我们食物，对我们来说这是食物。没有，不要再哼了，你一来就开始哼，你已经救完骆驼了，没有小小骆驼。没办法，你放下吧，好不好？他们的尾巴放得好小下。这个是一胎的，对吗？就是同个妈妈生的吧？他们好搞笑啊！这尾巴摇的，摇的跟什么似的，好好玩。我万没想到，什么胆小还有这么小心的你。他们不，是吗？哇，好吃的。他们真的吃小猪猪，猪啥都吃的。
它们发出了叫声，不吃，你看没？它其实牙小啊，怎么不吃？你妈看它吃不吃？不吃，被骗了，被欺骗了。胡萝卜吃。看，胡萝卜敢吃吗？哪个是乔治？哪个是佩奇？你看，那边还有那个比较慵懒的猪。宝贝，你把它给折断了，折断它可以分好几个小猪吃呢。佩奇的弟弟，小猪佩奇被关起来了，你看。抢不到猪。走吧，宝贝，走。宝贝，在家里养个腿。你想想，不行，它拉着吃，好饿，怎么办？这个特别像那个牛魔王的，光天化日，特别像那个，不是不是，杨家枪，他还是真的是姓杨。这就是这个吗？这你摸摸看，还挺重。你这。摊开吃吧，给他，不要给我，你丢给他吃。两个个，这个，他闻到味道了。嗯，他吃呀，你都吃了，你也是一点职业道德都没有。妈妈带着我喝气球，我要给他闻。我给他吃个口水，听我呀。哇，他连皮都吃啊！这好东西啊，他说。他肯定是不伤人的，但他会吐口水。没有了，我又来了。有个大的，我没有了，你不要找我。我有。哎我手机怎么启动不了啊？是呀，去那里，你看小妹妹。他不吃皮了。他刚已经上过一次当。给他吃。哦哦，他要撞你了。他撞吗？他头伸这么高，来，我来给你。嗯，站到那儿，你站到牛角那儿站。他说你的橘子。橘皮。哎呀，你别扔地上呀！你全扔地上了，你拿在手里好不好？这羊你看，这羊急了。他要抢了。你剥了这么多橘子皮，他不吃皮，他要吃肉。十块钱。这个羊应该吃吧？你看一下，吃吗？他不吃，他吃啊。狂吃。这羊吃皮吗？不吃吧。羊吃了，他已经吃了，吃了，傻傻的，嗯，吃皮吗？快给他，不然他等会尝你吐口水了。吃了吃了。他皮不吃吧？吃吃吃，干还是吃？这个什么都吃。那给你啊。这个也是吃吧？嗯。好了。自己拍呢。来。你拿个塑料袋，他就过来了。好，来，来。哎，他竟然不想跟你合照。他就是不。呸！
退缩吧，退缩吧，来，退，来，退，怎么不吐口水呢？吐口水，吐口水的，他可，啊？哥哥，我想给他吃苹果。哇，这苹果我要吃的，你给他吃，让我吃什么？那我就给他吃个。怎么样？橘子吃饱了吧？胀鸡耶。给他吃东西都没有咬人，你看那个牙是白的，那个白的龅牙嘛，你人都有龅牙，你刹不住啊！慢点，很陡的。
你讲什么？乐苹果好不好？这个色调，这高对比度，你看。那你给他拍。色差。哎呀，明暗。你放它这儿了吧？冷色调。放冷色调不好看。把这再调一下。不能拍到你。你往前，你往前。不往太往后了，我拍不到你。哦，然后你要拍我。哎呦，老师，拍到你。你觉得那个好搞笑？你有看到吗？那个昨天我们看那个佛像，你不是跟我说每个佛都有法器吗？都是我的法器。不是，你这不算法器，是现代工艺品。这个是金箍棒，你看。这样也没人吃钱，这边可以。就像那个，像你今天看的，晚上看那个一样，金箍棒。对，这是金箍棒。就会让就会让拿走那个棒。好的。到酒店我拿。这就是酒色丹霞。这里看比较近啊、哦。典故。我在景中游。富居山区府千江山。就是。这是最佳观赏位。
打开手机广角会更好。对，快来。真好黑啊，这黑的发亮，你看。你给我调一下吧。最高色素对比。对雪雪，你干嘛去？看风景去。这里。不要跑了。德克士，清真的。跑下来不是打扰你看风景，他可以把那边有个就是牌牌写的在这里。丹霞栈道。丹顶满圣不就是通过我们去巴黎陀螺？哦，恐龙。是的，这是一个。你去看那个恐龙吗？恐龙。这就是人想象出来的事情吗？再看他跳一样。
说说长。这里就是。好了吗？一个荒无人烟的。它是好高的。我不知道它拍的是什么，让我欣赏一下。他从这个角度拍，但是人都趴在地上。他拍的还不错。你从这么小的角度拍，当然不错了。只要构图再好一点。摄影师的考更高的。颜色比较好看的、啊，它一下子就暗掉了，有一点点光顶。这样，这样。不不不不，我现在等会等到太阳出来了，太阳在云里面，等会太阳应该会出来吧。还要用吗？嗯，那再布置给你了。还要拍一个大恐龙吗？好。快给我拍呀！不用了，不用。这里是沙井部落。先看一下前景。骆驼峰，一个骆驼的头，骆驼峰，那个是骆驼的头部，可能是的吧。然后那个峰，对，塌下来的骆驼，那个是头，那是头呀，就是上面石头下面那个，石头下面那个是头。对，那个一个好像独立上来的那个是骆驼的头，你看他那个就看了，哦，是这个吗？啊，你说是这个是头啊？嗯。嗯？不是这个吗？这个是骆驼头。可的。这个可不像骆驼。你问的是不是要可的？像什么？你问的是要可的。你看什么？这就是骆驼峰。石窟文明，看一下，是兰州老街。可爱呀，这么说，无有不如己者，过则勿惮改。求古书宴，这个心。
是都是新的建筑啊，这不是庙来的 吧？不是庙，不是庙，就是你去的话，就是庙是。遇到那种佛祖啊、寺庙什么的，你可以拍，但是一般是佛祖不合人和像。那个特食品除特价商品。鸡蛋醪糟，就那个马爷鸡蛋醪糟。对，就是这个。上面少了一块肉，很少吃。可是地点好啊，你看一进来竟然看到。我们帮他找厕所。人家找厕所找到马爷找到。贵州特食品除特价商品及名以外，全场七折，欢迎自助选购。锦鲤，给我感觉是很现代的古街。很现代的古建，但是后建的。Okay. 兰州政府为了引流，因为那个人流都在那边，这边拍电影的。身体恢复了，这两天不都挺舒服的，这样拍是多好看。错了，把面什么什么一个人没人，这叫黄金面才有跳楼，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哦，龙头。这个这里看得到龙头。哟，打住了，打了。大江卡。就是脱单的机会啊。
个是男的吧？啊，这边是男的。对呀、啊。如果你看男的壮吗？公司啊，很多都有车有房啊。哇！这个。这还有个上不封顶啊。那里边也写上去啊。这上面是男的吗？你们有男的。哇，这是楼下的轩尼正在换电。零收入，无车无房。上面都有联系方式，那个联系方式都是加上微信。加上微信啊。请叔叔吃吗？爆米花。还有个爆米花了。可不可以分享点给叔叔？什么？爆米花可以分享给叔叔吗？可以。可以啊。要宾馆的要吃几个？好，谢谢。妈妈